年大放异彩的人气新星，他时刻绽放实力才情，在舞台上持续闪耀。我是风言情的凤凰。年度新人奖，恭喜许魏洲，请上台领奖。恭喜！好，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许魏洲颁奖。请发表获奖感言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嗨，大家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来到这里非常开心，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感谢 Music Radio。其实呢，作为一个新人，然后能拿到新人奖，我觉得真的是属于我的一份荣耀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应该做的呢，就是更加努力，因为还有这么多前辈，这么多老师，我觉得只有更加努力才能赶上他们的步伐。所以呢，我等会儿还要赶飞机。其实每天工作也很多，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把更好、更多好的新的作品带给大家，这样子大家对吧，才能更爱我嘛。谢谢你们，真的感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次恭喜许魏洲。有请二位颁奖嘉宾继续我们颁出下一个奖项。谢谢。